疫情期间，整个这段时间没有领孩子外出，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外出，所以我们弄了这样一个台这个乒乓球案子啊，乒乓球。然后呢，我平时的时候陪孩子一起去玩一玩。Table tennis, I like morning FX。疫情期间，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个乒乓球台，然后我原先不会打，是妈妈教我的。我现在已经打过我爸和我妈了。好球！